今天下午的记者会由荣总首面副院长周进军主持，荣总伤残重建中心副主任谭子杰在记者会中提出伤残重建中心的简报，尤其对于残童的训练加以详细的说明，认为伤残重建是以现代医事学术服务于伤残人士，是一种积极性的社会建设。伤残目前是社会问题之一，对于伤残的收容、救济、安置都是消极的，但是对于伤残加以重建，使之残而不废，能够自力更生，化消费为生产，是积极解决伤残人士的社会问题。